一有三百。等一下，为什么？太强了！小安宝心里面的梦幻车款。你心里面的一个梦幻车款，要我开的，我要写下来。你把它写下来，然后搜寻一张照片。好，照片。对。对，我大概有感觉。嗯，背后是没有镜子的，对，你可以把它盖住。好，这是机油三百。等一下，为什么？太强了！再搜寻一下你喜欢的车，先让我知道。好，八一十八号。